怎么样，想想办法干他一炮。哟呵，可以啊。哇，拿来吧你，给个机会吧，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，拿来吧你，回首好。我在泰国有条、哦、风险是大了点，所谓富贵险中求。 Round one来吧，第一个是后浆。哎呀，这个肉质偏粗啊，整体裂纹倒是不多。这种做牌子的话，做不了人物的，可以做山水或者龙牌，还勉勉强强。哦，上下一个样啊，那这个。Round two。吧，第二块是木纳。哎呦，色进了，但是哎呀，这个色其实还挺辣的，但是种水没化开呀，木纳呀，木纳化不开，就是比较木。嗯，拉出来看看，目前看着色进去的是挺多的，继续切吧，看这个有色的地方能不能抠点花线。 Round three。来吧，南极出妖怪。哎呦，这个小肉质好细好细啊，整个底子也是非常的干净。哇靠，这里都有冰味了。抛开这个裂纹不说，是一块好料。这种玉质但凡是它能出一个挂件，它都是长的，但是这个裂纹啊，一条两条三条，这不用数吧，拉出来看看。我去，这个肉质好啊，等一下顺着这条大裂